传说中泰国有一种古法按摩，可以强身健体，令男性雄风再现。今集一星旅行团就带大家见识一下泰式爪龙筋。好少可拍嘢咧咁忐忑不安，其实我而家有少少紧张啦，有少少不安啦，同埋有少少害羞嘅。咁因为我啱啱真系朝头早坐完飞机嚟到 Bangkok， 应该冇两个钟咧，我就俾人揸 JJ 啦。咁啊，睇下会发生啲咩事咯。是不是有很多台湾人来？嗯，对对对，中文、中国人、香港。新加坡，对。你住在这里的？他是泰国人。对。啊，你是泰国人？对。但是普通话很不听话。比我们比我们还好。原本一心打算找龙筋，点知一场误会唔准影噶，临时喺网上面揾附近嘅铺头。我已经由一个好焦虑不安嘅，去到哎呀，我影唔影到咧？我影唔影到咧？咁而家好似感覺上係影到，但係呢間好似比較山寨。我嚟呢度就係為咗重振雄風。我是華僑，緬甸的華僑。是你抓嗎？我抓，對，是我抓。我喺度等緊嘅時候，我竟然發覺有個香港嘅後生仔鬼鬼祟祟行咗入嚟，諗住抓龍筋，跟住佢就好啊好啊，跟住入咗。咁為咗更加有效了解俾大家知道，咁有兩粒蛋蛋啦，再加埋一條蕉啦。咁究竟佢按緊我邊個筋呢？咁我一陣咧就會透過呢個山寨嘅道具咧，就形容俾大家睇。現在來啦！一切開始淋巴，淋巴，淋巴。我呢兩塊，你多啲整住，我拎唔到，我拎唔到，啊，好辛苦，好远啊，我很没有用力的，还没有用力啊，它是这样摸摸而已，这个有什么作用啊？这个是我刚才是这周的淋巴腺的，淋巴腺，这是我的淋巴不好，拎根蛋蛋上面讲有用，所有。好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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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如果他是在医师的指导之下去作为一个治疗的手段去帮他做按摩或者教个病人自行按摩呢，譬如说对于阳痿啊、早泄啊，或者是一些慢性前列腺炎这些情况呢，都是有一个治疗的作用在这里的。我想问医生，你一天要抓多少斤啊？一天多啊，五六个啊，这样。哇，也不一定，可是每天会有啊。好，医生啊。推上去，哎呀呀，哇！跟住咧，佢喺呢个位度捽我，捽我。咁如果你按摩回音穴咧，咁对生殖嘅系统咧，其实系有帮助嘅。咁我得闲捽几捽咁啊，好似系可以生包生仔咁样。嗱，即系我哋唔可以话做每一种疗法都包生仔包一样嘢，只不过咧喺保健方法上面咧，其实系呢个穴位有咁嘅功效喺度。当地大部分嘅龙筋师傅都系本地人，当然要学翻两句泰文旁身啦。如果舒服点样讲啊？失败啲，我两个肉夹啦，啊，不行啊，夹，包，哎呀，包夹。不过徐医师就强调，爪龙筋都系属于民间保健方法。假如你有性功能的问题，最好都是找回专业人士看证。试完这个爪龙筋，整体的感觉是绝对不是人邪那一部分的，因为它你的筋是完全不会碰，纯粹按蛋蛋周边
咁咧呢個阿丫咧個手勢都好好，亦都好聽住。嚟到泰國唔試呢啲古法按摩，你真係唔好話自己嚟過泰國。我而家試完之後好驕傲咁樣離開。謝謝。來，三二一，我們一起來找龍鏡。歡迎，歡迎。用锤仔揼两揼，五十肩揼手，咬柴揼脚，即刻松晒得咗。今次同大家介绍嘅系神奇嘅锤仔。早两日咧，就大家睇完我找龙筋之后咧，因为我叫声太大咧，喂，咁个颈咧系咁向后按咧，所以呢两日咧呢个颈呢个肌肉咧同埋呢个膊头咧系好鬼痛嘅。咁啊，过咗两日之后咧，我就试下呢、這个。佢叫泰式嘅托聲，係用錘仔揼按摩嘅。呢種古法木錘按摩源於泰北，聲稱就透過敲擊可以產生深層嘅震動，達至疏通經絡、舒緩肌肉神經緊張。單單係錘仔工具有接近五十種。哇哇哇！不同的技师按客人不同的痛症，选择合适的工具，可以肯定的是比想象中痛，而且痛一百倍。啊！好大嘅嘢揼咗喺后头。哇！五脏六腑都掟咗少少出嚟，点解我要俾钱俾人揼咧？即系有种做完运动本身啲肌肉酸痛咧，咁嗰啲乳酸积聚紧咧，嗰个乳酸的痛跟住俾人揼。哎呀！由于我颈部的位置就比较痛，技师就直接重锤出击。哇！好犀利嘅啫，好犀利，但系嗰个当然要问问中医师点解颈部的位置特别痛啦。但其实都唔大力噶啦，系咯，唔大力噶啦。咁我谂呢条颈系真系好紧，或者系好硬颈之人，系啦。因为长时间对住电脑，姿势唔正確，眼镜是常见的劳损。如果你、要放松它，首先你要有一个正确的姿势、啊、譬如说你耳珠和这个肩峰突是要贴在一起的。是的，还有呢个下巴呢，你应该是做一点内收，是的，保持一条颈是一个比较中立的位置。哎，有什么所谓啊，你这么帅，一点点缺陷是好事来的，人不可以完美的嘛，完美被人妒忌，你明白吗？是见你痛到在这里打。锤仔按摩和一般按摩的分别是有触电的感觉。当然这种重力的敲击，万一技师手势差，用力过度，对身体必定造成损伤。中医师就建议不要立乱试啦，家庭观众切勿模仿。啊！睫毛。啊！I want to see how you scream. 转个头咧，我就嚟到泰国嘅芭提雅。咁今日咧，见到后面间 shop 咧，就唔系同大家美甲，系脱毛。脱咩毛呢？入去睇下就知啦。人生第一次掹毛，当然要掹得尽啲啦。鼻毛、耳毛、脚毛、衣齿秃。喂，大句话眼睫毛都可以咁样喎。啊，唔系眼睫毛眉，咁眉都可以。So can I put it all together? 1, 2, 3, 4, 5, 6, 7, 8. Let's see it. I want to see how you scream. Okay. 中风啊！中风啊！我个美容师有六年脱毛嘅经验，每两个月就帮自己脱一次鼻毛。When you get dirty, you can see really easily. We just clean up. Okay. Inside we not do it. Just cool.
好晒。OK OK。You cover all my ear. I cannot hear. Will I have the blood coming out? Are you ready? Can you give me the signal? I didn't ready yet. I feel nervous. One, two. Oh. 很多鼻毛啊，但系咧整完系好似呼吸空气新鲜足。呢个冇咁痛，呢个冇咁，哦，刮开啫，刮开啫。脱毛嘅时候，除咗快很准之外，都要拉紧周边嘅皮肤，扯向同一个方向。我哋又嚟到泰语学堂啦，石搣耐。就係少少痛，叔叔叔叔，加油！咪壞了啊，咪壞了啊，頂唔順啊 ！I feel my ear, my ear, more inch, want to out my ear. 哦 ，warp, warp my 嗱啱啊，我啱咗個拗音啊。最後我決定將陪伴咗我超過20年嘅腳毛，哎呀呀呀呀呀，呢個痛根拔起。When you shower, then I go over. But when you do waxing, then make your skin more clear. 比磨砂更好啊！好明顯，我係滿布死皮，我只腳係。佢個手勢其實係好迅速啦，好快啦，就冇塌 Q 嘅情況咯。咁所以如果女士們想掹毛都可以揾佢。好多外國嘅鬼佬因為嗰啲毛髮比較多，就要掹古毛，好古毛啊！成件事。How you feel my neck? I don't need to feel your neck. I can see it. More white. White doesn't matter, but you look clean. You look much, much better. So much more handsome. Me? Much more handsome? No, all the time handsome. No, you are not actually earlier. I get hurt. I get hurt. 各位读者你好，我哋有事请你哋帮忙。因為《蘋果日報》嗰個經營實在困難，請你哋多多支持訂閱。